国小牙医营小朋友唱唱跳跳，课程改编小朋友耳熟能详的卡通歌曲《大跳洁牙操》，教导正确的刷牙和使用牙线的方法。有没有蛀牙？有吗？有看到有蛀牙吗？有吗？哪边看到蛀牙？高年级小朋友穿上医师袍，化身小小牙医师，在牙医师林建宏指导下，教学生如何进行口腔检查。这两天我学到很多东西，我最喜欢的是当牙医师，能帮同学检查牙齿。我发现同学的牙齿都很干净。妈让我学到了牙齿要保护好，还有牙齿要整洁。我每天都有刷牙。像今天帮校长看牙齿，他的牙齿黄黄的，有戴牙套，还有掉两颗牙齿。哎呦，这两位牙医呢，看得真仔细呀、啊。课程中透过逗趣的戏剧教孩子们牙齿脱落如何急救处理，还教孩子们如何做好口腔保健。基隆市牙医师工会举办国小牙医夏令营已经有7年了，我们总共跑了9所学校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是由中山医学大学牙医学系未来的准牙医师们呢，带着国小的学生以有趣的方式、闯关游戏的方式呢，教导他们一些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。那我们呢，牙医师工会这边呢，也会带着小朋友呢到诊所去，让他们穿上医师袍，互相做口腔的检查。那这样子呢，让他们对口腔的一些保健呢，会有更深刻的印象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在这个2天的活动里面呢，小朋友除了可以玩得很愉快以外，那也可以获得一些正确的口腔保健常识。那回去呢，除了自己可以刷得干净以外，那也可以影响到家里的兄弟姐妹，甚至爸爸妈妈们，让全家大小呢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。迈入第7年的国小牙医营，收获家长和学校好评。小朋友完成结训，可以获得结证书，目的是希望小朋友养成洁牙的好习惯，回家后能够影响家人，一起做好牙齿保健。记者黄绍明，基隆报道。